超展时间客栈，欢迎邱宝郎师傅。来自日本长崎县伊奇岛啊，这个地方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么漂漂亮亮的哦，饱满挺拔的生蚝，生蚝啊，生吃哇！它是在中日韩的交界海域，当地这个地方拥有丰富的海洋矿物质，同时呢，还有来自于京都鸭川所带来的山地的矿物质哦，矿物质非常含量非常丰富哇，形成了呢非常有利于牡蛎生长的环境啊。也就是说，它有山的矿物质跟海的矿物质，满满的矿物质，所以呢，它不仅它有浓郁的海味，再加上当地的寒暖流交界之处，波涛汹涌的这个水流造成呢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弹牙。好，菜名叫做牡蛎客饭。牡蛎客饭，客饭，客饭，类似日式盖饭的一个做法，把它盖上去。哦，是盖饭的概念。对，然后我会用那个客家的那种黄豆酱啊，还有地瓜饭啊。还有姜。对，五分钟。是，好来，这个绅士等级的，那是有绅士条件。对啊，现在要炸它哦，用煎，用煎，用煎，煎，因为它很鲜，先把水吸干，还是要把水吸干，对，薄薄的粉。上云会做菜吗？上云不会，我现在这个是，我们就干煎，干煎，对，它不放油，有的是一点点油，裹的是什么样的？时间已经过了一分钟了，面粉，盐巴，一点盐巴，哦呦，哦呦。把它稍微微煎就好了，因为它很鲜，它是活的。哦，它是活的，对，这样就可以起来了。好，来，不能太熟，是不是？它有生吃，先，嗯，它这个做酱就可以生吃。哦，但是要多一个香气跟口感。哦，我是地瓜吗？地瓜，对。哦，啊，不然，对。起码你不是说那是马铃薯。他说是香蕉，我就打了。对，姜、蒜跟姜，还有我们的黄豆酱，黄豆酱。黄豆这家话叫 Tail Jong， Tail Jong， 好快就熟了，就干掉。米酒，好香哦！来点酱油，好的，好的。提问一下，来一点糖，味道出来了，很小哦 ，OK 吗？对，有味道。然后要一点水，哇，这个番薯饭一定很好吃。对，光这个就可以吃超级碗。盐巴，香油，香油，哇，这大家就亮亮的，亮晶晶。香油加，然后白胡椒粉，我就。砂锅，砂锅，勾芡了。哎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它在摄氏65度以上就开始糊化，就开始有浓度出来。勾勾的感觉。不小心太稠，太稠，加点水，太稀，再勾一下。它一个不断的播报自己的发生的状况，现场实况转播。最后一分钟倒数。厨艺台主播想不到刚好，好灵巧，活泼了，对啊，煮个菜可以瘦好几公斤呢。饭就这样子啊，我们家又没有嘞，某是锅啊，哎，某是锅哦，桃米汁，桃米汁，哦，这个下去，哇，天哪，不是盖的，我蛮饿的，还没不见得能吃哦，要玩游戏，哦，完成了吗？啊，完成。牡蛎客饭完成，客饭耶！五星级今天的日本牡蛎料理，郑重欢迎阿基师詹姆斯。日本牡蛎，詹姆斯会怎么做呢？詹姆斯，我今天做的是酥炸牡蛎搭鸡尾酒生蚝酒，伏特加生蚝酒。你要用八嘎来调，用八嘎，用八嘎。我现在做一个鸡尾酒酱，鸡尾酒酱，对 ，cocktail sauce。cocktail sauce 的特色是什么？它其实跟 salsa 像，那唯独它比较不一样是它的里面我会放一点 tabasco， 跟放一点点的大蒜会比较足一点，然后放一点番茄酱。番茄酱。对。要把它弄得很像泥。没有到泥，细小细小细小对。所以你会有伏特加酒吗？今天有包括。现在是冰在冷冻里。哇，冰在冷冻。哇。冰镇的哦。我可以带它回来吗？去。阿基是做什么来？好的。阿基师，阿基师好。哎，你好，陈哥，两位。你今天带来的菜名叫什么？锅贴牡蛎佐煎蛋豆腐。锅贴牡蛎。嗯。啊？是我们知道。贴着锅子煎。哦。哦，牡蛎贴锅。鲜奶。是。啊，你每一条拢爱给它淋一点嘛。哦。这个的功用目的是补强它的一个鲜度。哎呦。哦，以碎了水人是碎了藕包哦，它味道不会。萎缩了，它有藕包啊，藕包啦，对对对，是有偶像包，对对对对，
那这边用的是中筋面粉，啊，你两米吼，两米加落去煎的话，吼，好。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我这边呢，现在就煎这个蛋豆腐。这个蛋豆腐已经有味道了，待会怎么样跟它的牡蛎的鲜气结合？OK， 好，我也是煎好了以后，这边抹 wasabi。哦，抹 wasabi。紫苏叶贴上来，这个煎好了以后贴在紫苏叶上面。哦。那这个最上头就淋这个酸奶粉。哎，对，酸奶粉跟葱姜，嗯，用咸味去提味，但是我这也不能够下盐巴。不能。哎。它会缩起来。对对对对对。豆腐来搭配的时候的好处是什么呢？最主要呢，它整个熟成以后，豆腐的质感跟它不会有太大的落差。哦。阿杰师，我可以带再回来吗？啊，好的好的。这样不是有试吃？哦，好好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我们坐一起来。好好好好。哦，弄好了。哦。然后这个酱里面加了番茄丁、洋葱丁。然后还有蒜末、塔巴斯科番茄酱、塔巴斯科番茄酱，就这样。对，加。哎，有加咸的，有咸的调味吗？还有那个哦，放凤梨啊，番茄酱哦。有另外加盐巴吧？不用不用，因为番茄酱不咸。加分加分，这已经是番茄酱有咸的。对，哇，我们要试吃这个，一口下去哈。哇，这个那这样应该要。哇，好辣！很辣吗？有一点点。哦，好多种味道。嗯，好辣。辣，它为什么会辣？但是凤梨，塔巴斯科，塔巴斯科，哦，凤梨马上下去之后，那个味道出来就把辣稍微抵消掉一点点。哦，重点是开胃，好吃哦，又辣又酸又甜，哦，好吃哦。哦，这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我现在做粉，哦，做它的粉浆。我今天用面粉跟糯米粉，然后放一点发粉，然后啤酒跟蛋进来。哇塞，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橄榄油这个。啊，还要加橄榄油？它会比较脆，脆啊，粉也会比较。你刚刚说加啤酒不就为了让它脆，然后加这个也要让它脆？对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程度。哦哦，带丝的带丝的样。那我们到隔壁去，阿基师有试吃了。好，来这边请。泡了这个鲜奶油的哈，沾这个中筋粉，不可以高温下锅，不可以高温下锅。啊，我这边没开火啊。真的。就用油的余温吧。对对。来，我们吃个干煎的锅塌豆腐。哇。好，它是蛋豆腐，调味它有咸，葱姜的油酱，还有混了姜跟葱在里面，好香哦。感觉豆腐本身味道是。我在试吃的阵容当中。他好像是小孩在旁边看，但没点。然后一部分出这个酱的咸度很够哎。咸度很够，嗯，对。而且有另外加盐吗？有，有放一点。有。因为豆腐本身的味道它是可能比较单一的，可是加上这个酱，大块吃下很大块都没问题。好，对，那个厨师谁收？好，我来。那这里除了也不能多，过多了也不好，抢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只希望说，东西在调味的时候，主材料跟提味的主味道呢，能够交互辉映啊啊。那我现在这个。搁上头，对，尤其这个紫苏的味道就又更加分，对对。陈哥，我还记得我最早第一次来录《型男大主厨》，那时候还是个观众的时候，我得到的问题就是，到底生鱼片搭配白萝卜还是山葵是用来消毒的？然后后来答案是白萝卜丝，我永远都记得这一题，大概有十年，快七八年以前的内容了。哇，就是那一题让我得到那一次圣诞大餐。哇，你们可能都还没有来上班哦。对，真的真的。哇，你是乱猜的吗？对，你对我的质疑是十年如一日，没有错的，是乱猜没错。你对我的质疑是十年如一日。哦，有这个酱，你刚刚觉得很屌的。对，像紫苏叶的一个催化效果哦。哇，爆浆。这叫锅贴牡蛎佐干煎豆腐，完成。谢谢。这样的呈现就很漂亮。嗯。来，詹姆斯组装，这边请。好。哇，也好了。这是要干嘛？炸牡蛎，炸牡蛎，炸牡蛎。哦，油温好高哦。你好厉害，没有看你就知道。因为还沾冒烟啊。哦，你进步很多哎，神速。哦，哇。这个粉就是像那个英国那个 fish and chips 的粉是一样 ，fish and chips， 对，所以它会炸了之后它会蓬，所以他们也是有加啤酒，有，哦，这边已经弄好了，
是吧？酒还没倒下去。那酒可以给我喽。上酒。哇！我这个这酒拿出来就很有诚意哎哦。哇！这个点火会倒对不对？不会的，这种不会。点火是用什么均度陈酒，然后淋上去点一下。这个也可以，但是因为它冷冻过了，可以啊，都可以。苏打牡蛎佐伏特加生蚝酒。